泰伯第八。一，子曰：“泰伯岂可谓至德也已矣？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德而称焉。”二，子曰：“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喜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矫。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，故旧不移，则民不偷。”三，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“起于足，起于手。”诗云：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后，吾知免服，小子。”四，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，曾子言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思怨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思尽信矣；出辞器，思怨必备矣。边斗之事，则有思存。”五，曾子曰：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泛而不教，习者无有，常从事于斯矣。”六，曾子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济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，君子人于？君子人也。”七，曾子曰：“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人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次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八，子曰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九，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十，子曰：“好勇及贫，乱也；仁而不仁，及之以慎，乱也。”十一，子曰：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始交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矣。”十二，子曰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古，不亦得也。”十三，子曰：“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，为邦不入，乱邦不惧。天下有道则现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”十四，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十五，子曰：“失志之始，官居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！”十六，子曰：“狂而不直，同而不怨，空空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”十七，子曰：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。”十八，子曰：“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欲焉。”十九，子曰：“
大哉，尧之为君也，为为乎？为天为大，为尧则之。荡荡乎，民无能名焉。为为乎，其有成功也？患乎，其有文章？二十，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“禹有乱臣十人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，又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分天下，有其二，亦弗是因。周之德，岂可谓至德也已矣。”二十一，子曰：“欲吾无见然矣，肥饮食而至孝乎鬼神，恶以辅而至美乎弗冕，卑公事而尽力乎沟绪。欲吾无见然矣。”